量太高了，就进的这个海参就简直长得这这么多。大陆大陆现在吧，不是那海参，反正也是现在大陆的人都知道是美国的海参是野生的。嗯嗯，好，一个是那啥，它都不是什么的。嗯嗯，这个包装这样包装就可以了是吧？我看那个上面有个什么包装的。啊，我们是过圣诞节过年的时候装到盒里头，用不着，你要是喜欢，你要那个盒，他们是自己和咱们有。